大家好，我是杰少。大家好。现在我们来到南宁的龙门水都，这边是一个私人景区。对啊。然后今天有活动，因为是二月初二龙抬头的日子。对啊，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哦。嗯。龙抬头嘛，然后来到龙门水都。但是我。很应景的。我发现好像今年没有去年人那么多哎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星期一。对啊，今天不是周末，然后我看了一下我去年拍的照片了，去年刚好是星期天。去年来的时候我们得从下面那里走上来，人山人海，然后刚才我们过来，我说哇，今天人怎么那么少啊。对啊，而且还有个原因，你知道什么吗？是什么？去年门票特别便宜，今年门票比去年贵。可是也不是三块多九块这样子嘛，哪有那么十块钱嘛，去年才两块钱你知道吧。啊，我不记得了，去年才两块钱的门票。我觉得应该也不会因为这个门票吧，也不是很贵。今年人少了太多了。龙门水都天下名山。对啊，前几天一直下雨，一直下雨，包括昨天到昨天晚上都还下雨。对啊，然后今天早上突然就天晴了，果然是好日子，然后好天气。对啊，我们要进去找一个人，现在找一个人，失踪人口。对呀、啊，好久没有见到他了。他已经在里面等我们好久了。几个摊，对，都是卖帽子的，都、香煎豆腐、甘蔗汁。嗯，感觉这里是长期固定摆摊的。应该是吧、为什么都是卖帽子的多？哎，一般景区都是卖这些，还有泳衣啊，里面可以游泳嘛。不过我们这个九块九的门票就没有游泳的项目了。单纯的门票进去而已，啊，就花了三块五是吗？我记得，它的平台有一个六块钱的券，嗯，也不是每个人都有的，反正你都有，我也有啊。对，前面这里是检票口了，我们先检票。龙门仙境，今天就是爬山了。今年人太少了，感觉没什么人气。对呀、啊，这里有租车的，看多少钱？来到景区，如果你们不想走路，可以租这样的车。对啊，后面也有那种租车的。看一下多少钱，起步费20元，20分钟，超出时间每10分钟10元、哦，不足10分钟按10分钟计。好吧，我觉得也不便宜啊。对啊，20分钟20元，你看。对，我以为说1个小时20元还差不多，走路上去得了。我只是想介绍给大家。啊、哦，假花，假的，还以为是真的。看着那么好看的花，还是假花？啊、假的！我的天哪，搞笑！搞这种假的，还不如不用搞。对啊。你秦秋山干太晚了。对，秦秋山就多了。不过秦秋山现在应该也开完了。没有，正在开当中。也不行。放温天了。反正就是进来这张票而已，其他项目都不难。要重新。假的。对啊，都是假的。啊，真的就已经凋谢了。凋了。90元，玻璃漂流90元，那里也是假的，这里也是假花吧？不过要是不说是假花的话，从镜头里面看得出来，应该看不出来吧？看不太出来。龙吟天下，哇，这里有几棵金树，假的？我知道肯定是假，怎么可能真的金树、啊？这是布。如果是真的金的话，现在一颗金80还是几十块？几百好吗？哦，对对对。真的是说错了。哎，不过这里的环境还是挺好的，空气清新，清新的空气。那也没开放啊？为什么还不开呢？我们去年来的时候好像也没开。这是水上乐园，应该说。嗯，对。这里是观景台。太湿了，有点恐高，我看下去腿都有点软。对啊。哇塞。嗯，想干嘛？嗨，嗨，走了。我在这里看下去，我头都有点晕啊。这里好多的亭子，可以在这里休息。狗不理包子。长沙不吃长沙臭豆腐等于白来。现在不用去长沙就能鲜榨果汁。对啊。八桂状元，
我们有几个？哎，刚那只发规状元什么？我不知道，刚才从大门进来我就看到，想念又不知道第一个字是什么。刚才我念不下去了，不好意思。对，这个还蛮有特点的，这个蓝对栅栏，但是这个是水泥做的。对啊，这里好多字。嗯，哦，还可以往上。这些也是真的石头。对，但是弄过来的。对。而且是私人的。对呀、啊、好像有十几年了，但是感觉一直都是不温不火的。确实是，去年最热闹的一次就是龙抬头这一天。嗯，但是今年龙抬头又不热闹了。我一直以为今年会更加热闹。嗯，没想到。那上面还可以上去啊、哦、就不走上去了吧。我走了，前面这就好多龙了，好多颜色的龙。对呀、啊、今年又是龙年哦，很应景啊。对呀、啊、以后继续祝大家龙年行大运。对，然后我们还要去上面那里走那个龙门。嗯，那个金色的龙，蓝色的龙，仙气飘飘的感觉。这边都是卖吃的，好多美食啊。这里美食一条街吗？哎，今年吃东西多一点了哦。哦，这里还有吃饭的地方了哦。上面东西比较贵一点哦，我刚才看那个粉就是15块钱起步的。哇，这里还有好多不开了呢哦。那个龙在动，那个龙是从那个石头这个洞里面出来的。对，然后它会进去的，上面还有一条龙。哦，嗯，大家看这个观景台，很大的，很长的。好多吃的啊、看一下，我看到他那个菜单好像一份菜一份菜都是几十块啊。这里有，哎，不过这样子看起来好像也还好。对啊，但是粉的话就比较贵哦。嗯，对。哎，上面听到敲锣打鼓，还在那边应该。打电话给油仔，我们都找不到他。对啊，但他又没接。好吧，刚才我们在半路上遇到他。对啊。什么？这里就是那个广场了，舞台那里啊。打电话都没接，都不懂他在干嘛。前面是这个舞台了，现在没有活动了。这里有个花轿啊。对啊，轿子。哦，这里。我想漆黑，找半天找不到。对呀、啊，在那里吃东西，怎么打一个招呼？啊，对呀、啊，好久不见。对呀、啊，下面有一姐，剪头发的啊，你看一下。今天很多人会剪发的。对对对，今天要剪头发。我这样再剪的话就光头了。就剪几根也是啊。那2月要有抬头，他剪头发有什么用？哇，第一次见到这么多人剪头发。他们说2月2龙抬头剪头发有什么寓意？哦，我也不是很懂哎。反正就是，反正就有这个习俗，好运的一个习俗。对呀、啊。刚才我吃了那个，吃了什么？吃了那个粥啊，用板夹米八婆粥。八婆粥。是啊。等一下我们再去。没有的。啊？我以为一天都有。2月2龙抬头剪发就是鸿运当头。上面这里就好热闹哦。嗯，你该看一下，看一下那里，你们看一下，他的脸又圆了，又胖起来了，又胖了，又胖了，好像20斤是吗？啊，又胖了20斤。春天回去吃多了，好吧，好吧，白减了几个月。对啊，这里是活动的一个主要场地，不过中午的活动已经结束了。西乡塘区2月2龙抬头民俗文化旅游节。我们现在从这里上去。好多鱼，好漂亮。对啊，抓一只，乱来。我们现在走那个龙门呢。啊、哦，这个坡很陡的哦。这里那么久了，我也是第一次来耶。你以前没来过吗？没有。
今年这个龙好像涂了颜色是吗？好像是吗？跟去年颜色不一样吗？感觉今年好像更鲜艳了一样。龙鳞。后面这里就是龙门了。对呀、啊。我要越过去。就走龙门呢？我们都要越过去啊！你，你还升天呢？你自己算吧。走正门那里。走正门。正门在哪里？这里啊。我要飞升。是别人的吧？好气派！踏过了龙门2024，好运连连。上面这个就是玻璃栈道了，玻璃桥。我还以为说等你们过来了，然后你们过来直接排队了，然后一人一碗等了好久，都没见你们。刚才我们来的时候走小路，然后小路那里被封住了，我们又得回头。对啊，这里很漂亮的，大家看对面。我们去年有爬到上面那个塔、哦、嗯，是塔吗？算是塔吧，上面去应该是吧，最顶层那里。哇，那它这里又有水又有山，那怎么不得10块钱门票？这个水的话一直到里面去。对呀、啊、哇，一直到山上，挺漂亮的。反正我没有想到有仔居然没有来过这里。没有呢，你们说去年门票才2块钱，我都没来。对呀、啊、我一直以为你经常跟你姐什么的过来。没有，去年应该我姐他们来过是吧、嗯、去年就是因为2块钱加上是周末，所以人特别多。特别多。你别看这个9块9，你一家人如果是5个人都几十块钱了，你2块钱一个，一家人才10块钱。 也是哦。对呀、啊、离市区总的来说好像也不算很远。不算远的，反正从我们那里到这里十几公里，12还是13公里。也是啊，从我那里到这里也是12公里左右、哦、差不多的嘛、嗯、这上面有个凉亭啊、哦，看一下有没有地方坐。有吗？空的，没有地方。空的，没有桌子是吗？对呀、啊。不过上去也可以看一下吧。以为说上面这里可以坐，我们就坐在这里聊天吃东西。对呀、啊。大家知道吗？旁边那些树是什么树？桉树哦。都是桉树。树生桉。对。哇，种了好多，范围好广啊。我老家那里更多。是吧，满山遍野都是金棘林。金棘林因为这个卖的钱、嗯、大家都抢着种这个树。大家看，其实也有一个不好的，说它会污染那个水源，不懂会不会，不知道是不是，不懂。不过这边水很干净啊、哦、嗯，这个水是属于是在山上的水了，自然水。嗯，大家听，应该可以录到吧，应该可以录到，好多鸟叫声哦，上面特别多鸟叫声，叽叽喳喳，叽叽喳喳。听一下大自然的声音。大家看前面的山坡上，现在光秃秃的了。这些桉树全部卖掉了。对，还要种植的吗？不用种，它自己又长出来了。这样子啊？嗯。这个水肯定是很干净的了。你看下面这里，嗯，好清澈的。是啊。哇，都看到底了。有罗非鱼吧，都是罗非鱼。嗯，我们现在过这个桥。哇，上面这里很舒服啊。对呀、啊、很凉爽。这是木头的，下面这是木头的。来，这里这里可以吗？这里出去就是外围了吧，上面应该就是外面，从那里直接下来就可以不用门票了吗？里面的、啊、里面的这些树啊还有这些设备感觉就比较原始了。对，其实还可以走到里面去，但是我们从中间这里就过来了。是啊，不走了，再走进去就好远。这个是那个吊桥，不是，摇摇晃晃，好久没走过这种吊桥了。会不会啪啦一下？怎么可能，扭那么重。那它这里弯弯曲曲是搞什么？不知道啊，是清水不到吗还是什么？哎，不懂哎，这是不是给大家钓鱼的呀？你看那下面很多那个水箱，是不是养鱼还是？哦，不是，那个是桥。哦，那个是桥。
沉重的，我也好摇晃哦。对，吊桥就是这样子。这个地方太久没有人坐了，都是灰尘，好脏。对啊，清理一下才行。吃东西，吃东西。你知道我很饿的现在。我们今天去买了那个卤的鸭中翅，还有鸭头过来。最主要是表弟今天中午煮的面太辣了，好辣！我吃两口我就没吃了。对，今天中午你们吃煮面啊？对呀、啊。就是买了那个馒头过来是吗？这个我咬一个，这个我吃吧。然后馒头还有什么？这个是肉包，这个是那个豆沙。你要吃豆沙还是肉包？两我要豆沙吧。还是这个吧。还有两个馒头，你们吃吧。那个很好吃的那一家的那个卤鸭翅，绝味那种啊？不是，没有那么辣。自创的。嗯，刚先吃里面。哦，好像是不是有一次你们去拍过啊？对呀、啊，这个是鸭翅、啊。对，这边有鸭头。又便宜又好吃。好吃吧？可以。肉包1.5一个。应该是。豆沙，今天天气真的好好啊。好吃吗？好吃。饿了什么都好吃。对呀、啊。就遇到这个。对呀、啊，他一路上来和我们比较巧啊，又碰到了。这个吃东西吗？吃东西吗？这个石头里面出来。哦，没听过，好像还不懂。不懂哎。哦。我们进大门的时候遇到他。对呀、啊。然后聊一下天，到这里了又遇到他。对呀、啊。请他吃东西，他不吃。不好意思过来。他问我们那个碧海龙什么？碧海龙宫，没听过。不知道。我不知道是哪里，真的。哇，真好吃。哇，他这鸭头好大哎。对呀、啊。这样子开边哦，很好吃。大大块。我们已经吃了东西。对呀、啊，再逛一下。用手机拍，我显得好肥哦。是吗？对呀、啊。这个花挺漂亮的，他们穿的那个叫什么马面裙，最近非常流行。对，我们什么时候回去剪头发呀？看阿姐通知，她说可能晚上吧。对，那头发也长了，是啊，一个多月没剪了，我也就等到今天嘛。因为今天有剪头发这个习惯。这里真的是荒废了的，大家看这些步道卡哦。大家看前面这一栋，我们去年有上去过的。这里原本是一家酒店的，对，但是已经荒废了。去年我们有爬上去过啊。人家现在等电梯。耶，上。哟，可以哦。对啊，这里视野更开阔。七楼，最顶楼应该是七楼。哇。上楼，你还马上看到，哇！哦，视野马上就开阔了。就是刚才在那边远远拍到这个类似于塔这个地方。大家看下面的水，波光粼粼，就这样子、好漂亮。对。我可惜，对面那个山头啊。啊，那个树砍光了。桉树已经砍光了。对。然后那边那个就是那个玻璃栈道、玻璃桥那里，这里才是顶层。顶层，其实上面还可以上去，不过它关门了。哦，那个还可以上到最顶层。其实到里面来散散心，来里面养生挺好的。你看下面，没有，小小的也算一个玻璃桥吧。小的玻璃对呀、啊，有些人恐高特别严重的，在这里就会吓尿出来。就感觉好像走的有点晃动呢。
那本来是桥都有点晃动的呀。高空滑索。那也不开了。35一个人。嗯，但是从这里到那边那个山头而已，那么近。走在这里像进了原始森林。哎呀，上面有灯的哦。对。晚上可能会开灯吧，以前。曾经。现在也开不开。现在肯定不开了。下山了，下山了。很陡的哦，这里。我们下山了。可以躺下去，这样子翻下去可能快一点。滚下去。对呀、啊。我会武功的话，轻功的话，一跃就到达。这里可以啊。哇，那一栋楼哎，是酒店吧？应该是酒店。好高哦，又大。对呀、啊。哎，上面还有那种古建筑。楼顶。对。DJ 大家看这个龙，刚才我们在对面看的嘛，龙出来了。对，现在我们在后面这里看到，在很近了，刚好出来。它那个龙就到这里啊，那你看它下面那个铁轨，就是到那里而已、啊。我们从那一边拐一圈，然后又下山，又回到起点这里了。对啊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准备回去啦。嗯。2月2日龙抬头，祝大家龙年行大运，龙年大吉，龙年大吉。对，嗯，恭喜发财，恭喜发财，万事如意。大家样样开开心心吧。嗯，好，平平安安，顺顺利利。对。然后我们现在就回去啦，希望大家观看影片的同时，记得把广告也看完，这个最重要的。好了，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拜拜。还有好多人才上来哦。现在是下午了，我们回去人家就来了。对，感觉下午人越来越多了。是啊。